好嘞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今年全台湾上高种植的农民是倒一个的，答案是台中有一个林焕敏，甲台东地上的谢美国。今年各乡镇参加农委会稻米比赛的农友有将近一千个，分作两组，禾米组甲有机米组，会当来打败一千个对手，摕到第一名，实在真无简单。在优美的歌声中，来自全台湾六十三乡镇将近一千名各地稻米冠军参加比赛，二位的农友先接受颁奖，再来评选出好米组甲有机米组前三名，代表台中乌日的林焕敏得到好米组的冠军，伊希望讲消费者会使加食各地冠军米。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只要在当地认购他们最好的米，最好的农友生产出来的米，我相信台湾的米一定会让大家吃得非常满意。今年八十七岁是美国，人叫伊美国伯啊，代表台东地上乡得到有机米组的第一名，伊讲是因为地上的好水准。我也是讲，占伫个天时地利，我迄条水吼，台东关甲这花莲关，我秀波兰溪就算水会使上悬山落来上好的水安尼。农粮署每一年有办稻米品质的竞赛，今年是第十六届，参加农友是有史以来上届这一届。我再次强调，当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吃一口白米的时候，它背后隐含的绝对不会是只有吃得饱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它背后它在整个享受的是整个稻米带来台湾生态安全、粮食安全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贡献。无论是好米组还是有机米组，拢是各乡镇的冠军才有资格参加比赛，所以讲摕到冠军中的冠军，应该是全台湾上高种植的人。